羽球狂戴资颖今年奖金765万，比男单高出一倍之多，世界羽联公布今年赛季至今的各选手奖金。球后戴资颖至今夺得四座巡回赛冠军，累计奖金有246,050美元，约新台币7,657,076元。生涯总奖金有984,605美元，接近100万美元。戴资颖今年夺得印尼羽球大师赛、全英羽球公开赛、马来西亚羽球公开赛、印尼羽球公开赛等四站赛事冠军，只有年初的马来西亚羽球大师赛夺亚军，五站巡回赛夺四冠，累计奖金有246,050美元。戴资颖成为今年赛季奖金最多的选手，第二名为中国男单选手石宇奇，但他的奖金为119,775美元，不及小戴的一半。刚夺得世锦赛男单冠军的日本好手桃田贤斗，本季至今的奖金为113,100美元。此外，女单选手奖金第二多的为中国好手陈雨菲，她今年赛季至今奖金为65,000美元。